怒江西岸，一片神秘的仙境，它拥有无尽的自然之美，融合了现代与传统，是旅游者的梦想之地。这里江水碧波荡漾，水色澄明，让人心旷神怡。怒江的峡谷以它的雄壮和险峻而闻名，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自然的生命力。沿江的小镇带着浓厚的民族风情，让人仿佛穿越到古老而神秘的世外桃源。这是一片古老文化的发源地，当地人民以他们的热情好客和质朴的民风，向游客展示了一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。你可以尝试他们的特色美食，参与他们的传统节日，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信仰。对于喜欢亲近大自然的人来说，怒江西岸的森林和野生动物是他们的一大福音。这里的原始森林覆盖率高，动植物种类繁多，同时怒江及其支流形成了众多瀑布和深潭，为游客提供了清凉避暑的好去处。不容忽视的是，怒江西岸还是一个绝佳的户外运动胜地，这里有雄奇的山峦、险峻的峡谷、碧波荡漾的江水，为攀岩、徒步、皮划艇等户外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无论你是户外探险家还是新手，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户外项目。夜晚，怒江西岸的星空如同一块黑绒布上洒满了璀璨的钻石，让人心醉神迷。远离城市的喧嚣，这里的夜空格外清澈，星星仿佛触手可及。不妨在江边露营的安营扎寨，与亲朋好友围坐在篝火旁，仰望这片星空，享受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。总的来说，怒江西岸是一个集自然风光、文化遗产、户外探险于一体的旅游胜地。无论你是寻求心灵寄托，还是寻求刺激体验，这里都能满足你的需求。来怒江西岸，让你的旅行之旅充满惊喜和感动。